我们的玩具哈，你不玩了可以收起来，对吧？这样的转一下，这样的收起来，就恢复原状，这个是收起来，就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哦，就是这样打开，组装时间一分钟，哦，这是锁片，这个叫锁片哈，你打开就会看到这个，套上去把它转一下，套上去把它转一下。套上去把它转一下，好了哈，你看哦，装好之后它原来尾翼是平的，平的好，你要让它转回来，就是这尾翼稍微往上折翘，不落掉嘛哈，这样子折翘，然后怎么玩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样下面这样勾着，飞机拿的时候不是拿正面，是拿侧面，哦，啊这握把不是拿这样子哈，是拿这样子。你确定你要这样？不能给我这个乞丐啊，这个乞丐。这都是老板自己设计自己做的，没想就好了。